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还有两个部分还没提到，就是如果你录影的不是全萤幕，其实像我也蛮鼓励各位，如果说像老师在录制这种教材的时候，可以用双萤幕嘛，双萤幕，因为有时候做简报也好，或者是像这样，有时候要准备的时候在另外一个萤幕准备，然后录就录这个画面，这样就会更容易，好，会在准备上就更容易好。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哎，我有时候录局部，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搭配这样的平椅也可以。好，这样档案可以比较小一点。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来，我把这个地方打开。如果说你想要录的是局部的画面，你可以按一下这里，然后呢，你就去框选。比如说，我只要录像我现在录简报的画面就好，就是这样。你就把它框好，然后按 select， 它会告诉你你的这一边呢，现在的什么宽跟高多少，宽跟高多少。其实一般来说啦，像 AvePen 它会建议各位不要录到1920×1080，就是我们讲的 Full HD 那么大，你可以录大概1280×720，这个一般我们称作 HD 高画质的。好，当然如果你是以影片为主的，你要录高一点，我是不反对。但是如果是电脑画面，也许可以录小一点点，就1280×720，像我们这边解析度就是这个解析度。这样的话，因为有些人他如果萤幕没那么大，就可以比较快的看到哈。那如果录好了，选择好了，是吧？选一下，那你就是走这个范围，好，这个范围。像我现在就有加上，对不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webcam 这边，你看 webcam 这边，我把 enable 之后，你可以选择就是它的 size， 那么。格式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好，格式这边你可以做选择，好，可以选择，所以就像这样就很简单，有没有？其实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尝试看看，因为每一个老师录的习惯也好，或者说每一个所谓的摄影棚、虚拟摄影棚，它可能不同的设备，也许你需要稍微去适应一下。等到哎你知道了它的一个特性之后，我们来这样做，你就下次会快很多。好，快很多。那第一次刚开始那个磨合期大概会辛苦一点点，辛苦一点点齁、哦。好，所以第八个需求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很简单齁、哦。他们主要是以录为主，没有剪接功能齁、哦、没有剪接功能齁、哦、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做什么剪接的部分，就这样就解决了。来，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都没有。刚刚我们有一个白板，不知道说有没有用看看的。这里啊，如果你有问题的，你可以留在这边，在这里任务里面，这里有一个白板啊，这里也可以增加一点点互动了哈、哦。现在比较慢一点。你果然是空的好，你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的话留一下，我就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来，我画面先还给你，你可以用写的，用笔画的，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好吗？上面不会记录不会记录 IP 的哈。我们比较重要说了解一下你现在我们整个课程整个研习前半段这一套录影的部分有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我顺便给各位同学稍微看一下这个画面，来，画面借我一下，抱歉哦，来。如果说你在录影过程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讯息，有没有？他说，哎，你的现在的效能低落哦，这样知道了哈、哦。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录影录比较久，或者说就是开的应用程式比较多的，可能记忆体比较不足的时候，它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如果说你把它整个画面变成 Windows 7 Basic， 就是它的一些转场啊，或者视窗的效果会比较没有那么漂亮，好、哦，比较没有那么漂亮。那你可以选择变更，也可以怎么样，就是完全都不理它了，不理它，这样也可以。好、哦，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有这样讯息出现的，可能你的录影的长度就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太长。哦、可能就差不多，哎，一个段落就准备了，这样 OK。好，所以
这样的话应该就还好了哈、哦。所以原则上，待会如果在我们课程并说有任何问题，你就可以把它继续放上，好、哦，继续把它放上。哎，不错，有人开始画画的，这是很好的现象。你如果看不下去，也可以帮我用橡皮擦把它擦掉，每个人都可以擦了哈、哦。所以就看你，啊，老师有没有过期？过期软体继续怎么样？继续用 the paper， 哎，过期我们就不要用，我就会用免费的。好，其实我现在会就是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的哈，但是我会尽量减少用所谓的盗版软体啦，因为慢慢的我们有一些很多免费软体其实都很不错用。只差在哪里？欠推广，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大厂的软体嘛。当然，大厂它有它的优势，可是其实有很多免费软体也有什么，也有很不错的，啊、哦，也很不错的。所以其实我们会尽量介绍给大家这样。你看我上课不是常在画来画去嘛，还有萤幕在那放大缩小啊，这都免费的、啊，这样不是看得很清楚吗？对不对？那如果真的还看不清楚，我们就给它画下去啊。这样总有看到啊。好，那像这个像这种工具，这些都是免费的，好、哦，都是免费的啊、哦。有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跟各位介绍一下。debug 第30天，你看你还没写完，我就知道你要写什么。30天后会怎么样啊？哦，如果你30天后呢，假设你用 3.0 版的。就是下面会多一个浮水印，下面多一个浮水印而已，但是那些功能还是继续用，可是你不能入 MP4， 哦，不能入 MP4。那如果你用是 2.0 版，那就二等级版的，它就30天后还是一样不会有浮水印，而且呢，但是一样那个什么 MP4 是不能入，可是你入 ABI 就好了。那我刚刚讲的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编码了。我们都是 H.264， 所以其实你用 H.264 一样档案就是那么小。事实上，其实现在我连回答同学的，因为我们视传的话主要是做作业嘛，哈、哦，作品。我现在连回答同学的问题，我都是用录影之后再让同学自己上去看。以前我是很勤劳哦，我都抓荧幕画面告诉他怎么改。可是我发现这样效果差，我就干脆我自己做一次。你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 office hour， 他也不会，就是上完课他就不会在路上遇到老师吧，所以我就干脆每一组交上来，我就告诉你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那我就录音录影的，他们的接受度就比较高，好、哦，接受度比较高，这个是给各位稍微参考一下的 ，OK。